其实过父母关呢，首先呢，我们呢，得把这个面相的宫位当中有关父母的宫位找出来，是吧？先看看这些宫位的吉凶，是吧？然后再根据那个脸型呢，这里面还有一些因素，是吧？脸型方面还有一些因素，这多种因素综合在一起，就能够定父母的吉凶。是否健康，是否存亡，是吧？这些问题就显而易见的出来了。首先，这个父母的宫位有哪几个呢？第一个就是我们所熟悉的、所比较熟悉的日月角，再有呢就是太阴、太阳，啊，太阴、太阳也管啊，太阴、太阳，再有呢就是左辅、右弼。这两个宫位，还有就是水星。下面呢，我们呢结合图示呢，给大家讲一下这几个内容。大家可以看看，这是一个面相的图解啊，各种宫位都写得很清楚。首先来看日月角，日角在这儿呢，月角在这儿呢，这两个宫位是父母的宫位啊。再有太阳代表父亲，太阴代表母亲，左辅右弼在哪儿呢？就在这个左权附近。左权附近是左辅，右弼呢是右权附近。啊，大家可以看看这些宫位，还有一个宫位呢。就是底下这个水星部分啊，这个范围比较广一点，你不能就是看这一个点儿，它这是有一个范围规定啊，这个范围区域里面的都算啊，你就看这整个范围里面这个宫位的吉凶，是不是气色？先看气色，气色有无明显的这种不好的气色呀，青赤白黑。都属于比较凶的颜色。如果说出现这种颜色，那么父母的身体状况呢，肯定是不好啊。再有看看有没有什么恶纹冲破呀、疤痕呢、恶痣啊，还有就没有没有一些红点儿啊、受过伤之类的啊。这几个宫位呢，其实呢非常简单啊，他们呢有许多共同点儿。比方这个日月角，还有这个太阴太阳，啊，这四个地方呢，都是看，刚才我说的气色，再有就是说有没有疤痕呐、恶痣呀、恶纹冲破呀这之类的，如果有呢，那肯定是不好了，是吧？但是你不能就是说根据一个，就是我日角上或者月角上。有一点呢不好的地方，我就断人家这个父母不在了，这也不对，应该是这多种宫位综合在一起啊。再有后面呢，我们讲也必须得讲这些，就是说根据你的脸型来看，是吧？父母到底健康状况是怎样的？是健在还是去世？就很明显的找出来了。这个日月角呢，如果说出现挖陷呢？啊，露骨啊，歪斜呀，是吧？还有这个太阴太阳也是一样，啊，他们这几个，具有很多的共同点啊。再有这个左辅右弼，这个左辅如果说高了，突出的比那个右弼高出来了，就说明这个人的父亲不好啊。具体情况呢，还要结合其他的多种因素综合在一起，才能看出来。这个右臂如果说高了呢，就说明母亲不好。还有下面这个水星，水星如果，这是一个，我们正常人来看呢，父母呢都健在的人呢，他比较就是说均衡一点。如果说他的左边挖下去了，就说明其父亲健康状况不好。如果右面挖下去了，我斜了，
就说明他母亲身体状况不好。还有一个重要的观点就是，这五官呢，什么眼呢、鼻子啊、眉毛啊、额头啊、耳朵呀、嘴巴呀，这几个我们这个脸型当中最重要的这个地方呢，不能有歪斜。如果说有歪斜的地方，也是防父母。好，下面我们看下面更详细的讲解。父母观，看父母日月角，日为父，月为母，男左女右须分晓，左太阴，右太阳，太阴太阳管爹娘，左面塌陷父先死，右面塌陷母先亡，日月角色好。下面我们看下面更加详细的讲解。看父母日月角，日为父，月为母，男左女右须分晓，左太阴，右太阳，太阴太阳管爹娘，左面塌陷父先死，右面塌陷母先亡，日月角色若光明，父母双全寿命长，日月角上若塌陷，父母有病不安康，轻者吃药要破财，重者要上手术台。也就是说呢，日月角那个部位呢，如果出现问题呢，它肯定父母健康会受到影响。日月角的位置呢，就在那眉头上下，上至天庭两旁，下至两眼及眼的两角，男左女右需分清。日月角上要是光明的话呢，整齐高隆，没有塌陷斜纹的，还有这个黑痣冲破，则呢父母高寿，反之父母不全或者多病。这个日月角呢，可以说，我们可以看作是由两个人形组成的，也就是说呢，父母呢，父母的这种人形，父母的形状就在上面躺着呢。父亲呢，头部呢，这是个父母的整个那个身形就在这儿躺着呢。这个日角这个地方呢，是代表父亲的头部，然后头部在这儿呢。这个月角部分呢，代表父亲的下部，父亲的下部在这儿呢，还跟这儿联系上了。腹部，还有说下肢、腿部啊，这些地方都包括。而这个月角呢，它是代表母亲的头部，母亲的头部。日角呢，代表母亲的腿呀、腹部啊，这之类的这种部位啊。下面也讲的呢，日月角为人形，在四方挺里平卧，父母似乎成一体，组成一个人，他们合拢在一起，左为父，右为母的头部啊。某背侧，假如说某背侧之男子的日月角有明显的陷痕啊，如挖坑、伤痕，表示其父亲头部被撞击过或受过伤。若此挖坑深而大，且颜色发暗而无气，表示其父亲有病残或已经去世。若此挖坑呢不很深也不大，表示其父虽形成疾病，但很快会发生残疾啊。这是男的。女的呢就反断啊，反过来断。好，下面呢我们接着往下看啊。这是从脸型方面啊，开始从这个面部的一些情况呢给大家呢
讲一下啊，这个父母官的情况啊。断你中年伤父母，日月角上观父母，挖陷待破是祸端，破损待恶复入土啊。首先呢，也是日月角部分呢，挖陷有伤痕，有恶痔啊，有一些伤疤受过伤啊。再有就是说，法令纹上中段啊，因为中段代表一个人的中年啊，法令呢分为三份啊，后面我们有详细的这个法令纹呢有一个讲解。法令纹呢代表一个人的，就是说本人的一个人生啊，他从上面到与嘴平行的这个地方，总共呢，这是60岁，60年。如果说在中段呢，这是30岁，啊，就说明呢，已经快接近，就是说人生，再往后呢，就快接近中年了，就是断那个中年呢，伤父母。再往后，你像40多岁、40、50岁的时候呢，你就看这个疤痕在什么位置啊？你就知道他呢，这个什么时候伤的父母，就很清楚，就能看出来啊。最重要的，记住，眉目间纹痕穿过父母亡，额头偏窄见伤刻，发髻压眉俱不全。倘若头间先伤父，地阁窄小母亡前，额塌眉角父母丢，一高一低见分晓。左眉高右眉低，父在母先归，右眉上左眉下，父在母改嫁，天中父，天庭母，也就是说天中代表父亲，天庭呢代表母亲，丰满高朗父母全，天中有痣防父亲，天庭有痣防母亲，不平破损发文勤，父母早丧幼孕难，抬头纹中论生死，上纹为天表父亲，中纹表寿，下纹母，中断短浅定不全，父母宫中喜皇明，父母在世有喜庆，自白主行伤黑主病，青暗主在也有形，左眼头上若青暗，主防父在月内丧，右眼头上若青暗，主防母在月内亡。印堂上下若枯白，父母行伤主孝哀，年寿期赤黑火枯白，定主父母孝福来啊。这是总的来看啊。这一个知识点呢，我们给大家总的概括一下，具体呢我们往后看。大家可以看出啊，这个人的眉毛上呢有纹有痕，破损的地方啊，断你父母过世啊，眉间若有纹痕穿，定知父母入黄泉。另外呢，大家可以看出，这个人呢，画的这个人呢，他那个五官呢，长得不正，啊，可以看出嘴歪，眼斜，还有这个鼻子也弯，啊，朝一旁呢弯曲，歪斜。五官不正呢，克父母，若有一宫向左偏，男克生父，女克母。倘若偏右李相同，这女克其父，男克娘，就说这个五官呢，
你不能有偏斜的。如果是男的呢，朝左偏防父亲，朝右偏防母亲；如果是女的呢，朝左偏防母亲，朝右偏防父亲，就是这样的啊。这五官啊，鼻头啊，口啊，人中啊，以此类推啊，大家可以，额头也算啊，耳朵都算啊。还有就是说，头发压前额的人，以印堂为中间直线，男子见客户，假如说他是压的左额啊，头发压右额为后客母，女的要反断，额头有两条横纹者，天纹地纹同在者，此人必先死父亲，男女一样。额头有两条横纹的人，人纹地纹同在者，此人必先死父亲，男女都一样。大家可以看看这个图像，头顶发尖啊，用我们安徽相法呢，叫说这个头顶呢叫老头，就是那种俗话嘛，老头尖父先走，断你父先走，是老头尖父先走，这个人呢父亲先走，先去世，断你母先亡。大家可以看看这个人呢，地格比较尖啊，地格尖母先亡。左右眉头最为重要，父母及婚及父母及兄在此聊，左眉头高过右眉头，母归黄泉命难逃，右眉头高过左眉头，直断父去莫动摇。也就是说呢，我们看呢这两个眉毛是不是平衡，如果说平衡呢，父母呢他可能都比较健康，如果说哪一方高了哪一方低了，都是一种不吉的现象。如果说是一个男的来看啊，看面相啊，给他相面，给一个男的相面，如果说他的左眉高过右眉，你就说他父亲左眉头高过右眉头呢，是父亲健在，母亲已经去世了。如果说是右眉比左眉要高，你就说他母亲健在，父亲已经去世了啊，一定是啊，绝对正确。如果是一个女的来下面呢，我们就要呢往反的方面去断啊，跟刚才这个结果呢正好相反。好，往下看，讲法令纹了啊。左法令短先伤父，右法令短先伤母，法令纹中治主恶，左边父死而无绝，右边母丧理也然，万个之中无一错，法令可断灾亡年，十字断裂分叉看，黑痣坑点三角同，男女同断看流年，法令文中若有痣，父母逝世不在前呢。法令文中如果说有痣的话，父母逝世的时候你不在跟前，是吧？你就是在医院里，父母病了要去世的时候，在医院里伺候他的时候，照顾他的时候呢，也许你上趟厕所的时间父母就走了，本人的法令纹呢，到嘴的平衡线呢为60岁，从上往下，中分30岁。法令纹中有十字纹者，分叉断裂，黑痣，长短不一，是父母死亡的流年时间，男左女右啊。
大家可以看出，这个图就列出来了啊，上段、中段、下段，分三段。上段呢是10岁之前，中段呢10岁30岁之间，下一段呢是30岁到60岁之间。这几段就看出来了。法令纹分为三段，上中下全段为60岁，中段为30岁，下段为60岁，即为父母亡故流年段，男左女右，也代表腿脚有残疾。这是，你就看看哪儿去有明显的伤痕断裂的地方，就是父母去世的年限，那个时间点父母就去世了，非常准确。再有，为什么说，它代表腿脚的伤残呢？这个腿脚的伤残，并不是说父母腿脚伤残，是指的你本人，就是说相面的求测人啊，腿脚有伤残。这个呢，是这样的，一般呢，我们呢看这个面部表这个五官的时候呢，一般呢，它是一个人形在那分布的，这代表一个人的头部啊，头部在这儿，那印堂这个地方是头部。这个鼻梁这个地方，还有这个鼻梁，鼻子代表身体。这个眉呀，代表两只手臂，手之类部，手的部分。左眉代表左胳膊，右眉代表右胳膊。这个法令纹呢，就代表两条腿，左法令代表左腿，右法令代表右腿。如果说你的法令纹上，如果说是有一些断裂呀、疤痕呐、恶痔啊，你的相应的腿部就有可能出现一些受伤的情况啊，是吧？会出一些事故啊之类的。如果说遇到这种情况呢，你就要提醒人家注意腿部别受伤。左法令纹上如果有伤呢，伤左腿；右法令纹上呢，如果有伤呢，伤右腿，就是这样的。再有呢，男左女右这两个法令纹，男左女右要分清。只要法令纹上出现了以下的情况，均是克父克母的信息，百发百中。第一呢，就是有断口，这代表克父母的信息。横纹呢，就是把这个法令纹给切断了，这种纹路呢，是代表，也是代表疾病啊。断口代表死亡，是横纹代表疾病。如果是有疤痕，代表伤灾手术。像这个四五六，有一些方纹呢、三角啊，还有痣啊，代表有灾，其他的一些灾难，什么口舌是非呀、打官司啊。再有就是说一些人为的伤害啊，再有就是一些意外的伤害，都属于四五六啊，这个方纹的三角啊，痣，大家注意是吧？男左女右要分清，男的，就是这个男的左法令代表母，代表父亲；右法令代表母亲，而女的呢，左法令代表母亲，右法令代表父亲，一定要分清。下面这个知识点呢，就是断你有几个舅舅啊。如果说，我们就是说脖子后面有一个枕窝啊，枕骨下颈椎上一个窝。深浅大小都有说，深大舅舅五六个，浅小舅舅独自个儿。断你说，就是说这个窝呀，这儿有窝。如果说深的话，比较深的话，舅舅
最少是五六个，如果说比较浅的话呢，可能就是你舅舅就一个人，就一个舅舅。如果说一点坑都没有，特别饱满，那就是没舅舅。再有断你无舅舅的这个方法还有另一种啊，就是从这个嘴窝这个地方，蒸嘴窝上细揣摩，平平剥线肉满着，娘亲身来无兄妹，养老送终独自人。这个地方如果说比较平满，这个地方这叫蒸嘴窝，这个地方如果比较平比较满的话，那就是说没有舅舅啊。如果说是出现挖陷，那就是有舅舅。再有就是说断你两个母亲，怎么说是两个母亲呢？就是说你呢有亲娘有后娘啊，你的父亲呢可能说结过两次婚呢，娶过两个太太呀，是吧？你有亲娘啊，还有后妈呀，在这里断人家，你就看人家的眉毛，往眉毛上看，大眉毛上边做小眉，分明清楚两层眉。出口断你两母亲，一问父亲说也对，啊，肯定是。如果说这两个眉毛不一样的，你明显的看出双层眉、两层眉，大眉上边做小眉，你就直接断他两母亲。往下看，断父母病啊。眉头黑气，父母病，男左女右要分清。就是眉头这个地方，我们前面已经讲了，那个八宫图的，还有就是那个六亲图，如果说这个眉头啊这个部分呢代表父亲啊，代表父亲，左眉头啊，左眉头代表父亲，右眉头代表母亲。如果说眉头上面出现了黑气，就说明父母有哪一方有可能会生病啊，这个非常准确。脑门过大又过高，少年哭爹定嚎啕。这脑门过大的人又过高的人呢，肯定是少年丧父啊。如果说脑门过大又过高，鼻子又特小，那么是肯定的，100%会应验的，少年肯定会丧父的。还有一个人的山根鼻子，就是山根，就是鼻子上段这个部分，如果说是有破损呢，山根破损，它再加上地格比较尖，少年伤母是苦恼，少年的时候肯定会丧母。这个图呢也是讲究这个继父继母怎样看，两样眉毛不一般，男左女右要分清，眉毛顺逆方向看，此眉名字叫重眉，多有异父异母人呢。异父异母的是有重眉，眉毛呢明显一看就跟两个眉毛一样重叠在一起啊，非常直观。再有上唇短下唇长，上唇薄下唇长，法令三分看下方，破损带恶又折断，断你父亲入坟场。就说上唇如果短下唇长，上唇薄下唇长，下唇厚，这是应该是厚，这是打错了，这个字下唇厚，法令三分啊，法令三分，你看下段啊，如果说下段有破损啊，带有恶痣，带有伤痕，带有一些横纹呢，又折断了，
或者有折断的地方，你就直接断它。父亲已经亡故，已经入坟场了，亡了。头发硬而直，额角不齐先伤父。如果人一个人头发呢特别硬特别直，就像一根针一样，一根一根的针在头顶，在那个头顶的分布着一样，再加上他的额角如果说不齐的话，头这是发髻，发髻如果说跟那个面部结合的部位如果说不齐的话，你看看这个人的这个额角部分啊，跟波浪纹一样，在这儿，跟一个走，那么你就直接断的，父亲先亡。再有这个是断母亲先走，母亲先去世，四发卷曲勾母魂。如果一个人的头发天生的就是带卷儿、带弯曲的，必定母亲先走。断你父先亡呢，左脚拐先伤父，左脚甭管什么，甭管的什么原因，只要左脚先拐了，只要左脚拐了就先伤父，右脚拐了先伤母。断母先亡。如果说这个人罗圈腿也是代表父命短。脚大身小的人父亲先伤，有这种人，大家仔细看一下，注意观察生活就行了。头偏额窄眼角斜，此人早已苦爹爹，法令从鼻分三段，上段带破是根结。头比较偏的人，额窄眼角还比较斜的人呢，此人的父亲，此人呢早已经就是说是这个是父母肯定有一方会去世啊。法令呢从鼻分三段，上段带破是根结，也就是说呢他是幼年呢丧父或者丧母。你就看他丧父丧母，你就看他的额头向哪个方向偏，如果男的朝左偏啊，他就先伤父，他就伤父亲啊。如果朝右偏呢，他就伤母亲，如果是女的呢就反断。眼角也是一样，眼角你看他往哪个方向斜，跟这个额头这个意思是一样的。还有法令他带破带伤的是哪一条法令纹，是左边呢还是右边呢，大家分清就可以了。如果眉头带锥尖儿，定克父母不用说，左带锥尖儿克生父，右带锥尖儿克亲娘啊。这是也是以男的为标准，天庭窄小啊，首先是克父母，在少年就克他父母，是吧？如果说这个眉头带尖儿的话呢，他肯定是克父母的。你就看他额头窄不窄小，饱不饱满。如果说额头窄小呢，他是克父母，在少年父母就没了啊，哪一方就没了。你就哪一方没，具体哪一方没了呢，是父亲没了还是母亲没了，你就看他是哪个眉头带尖了。如果两眉头都带尖呢，是父母双亡啊，左眉头伤父，右眉头伤母。天庭窄小呢，克父母在少年，少年就丧父丧母。如果说天庭比较饱满呢，那是在中年了，在成年人以后，也不一定是中年，成年到了成年人，父母就会肯定是受克去世。左眉带尖儿父亡故，右眉尖了某母事早。左右眉头带尖儿呢，两眉头带尖儿，眉头线
伤克父母在少年。就是说呢，两眉头如果带尖呢，眉头的部分又陷下去了，带的挖坑了，带一些挖下去的地方了，伤克父母在少年。两眉头如果说都塌陷，父母双双归阴曹。两眉头带尖儿，眉头陷，伤克父母在少年。还有一发看天庭，若有凹者终现祥，偏左父亲先去世，偏右母亲当先郎。哎，你就看天庭，把天庭呢从中线呢分开两部分，看看两边平均不平均。如果说偏左呢，父亲先去世，偏右呢，母亲当先亡。日月角上有疤痕，父母伤残可谓真，横的疤痕道路灾，竖的疤痕血光灾，疤痕变屈若偏左，离别父亲随母过，疤痕弯曲若偏右，离别母亲随父走。父母部分以这个日月角为主，为父母宫，预示父母的健康体态啊，他的健康状况是怎样的，气色黄明红润，主父母健康吉祥，气色发青，主父母忧虑，彼此有口舌之争，黑色主父母有病有灾或死亡。额的左右，眉的上下，眼的周围，五官的偏斜，法令的流年，在于手相参照预测，准确不畅，100%的正确。这个父母呢，从手相上看呢，首先来看，从这个手相来看，父母官的，无天文不知父是谁，无人文头脑有问题，天文短父先死，地文短母先亡，天文断理也然，文中差至皆有难，前为父亲此文农肥贵子孙，坤为母亲乱文低陷多刻破，有物养老送终儿，朕公看仔细，朕公横文表子女，文献清晰能养老，文献冲破活导文，不是养老送终儿。台下台线从下往上数，可知老几送终儿。拇指代表父母，食指代表兄弟，中指代表自己，无名指代表配偶，小指代表子女。也就是说呢，咱们看这个手掌当中，天文也就是说感情线代表父亲，人文头脑线代表代表自己，这个代表自己的头脑，地文呢是代表母亲啊，哪一个纹路上出现问题，都会产生与亲属啊、自己啊、父母亲呢、与自己相应的，会产生一些问题。手相当中，天文长，也就是感情线长，父长寿；短呢，父亲寿短；地文呢，生命线长呢，母长寿；如果是短呢，早亡，母亲早亡。这个乾宫这个地方，主父亲，乾宫在哪儿？乾宫在这个地方，这是乾宫。乾、坎、艮、震、巽、离、坤、兑，这个坎宫呢、艮宫呢，各个宫位都代表了不同的含义，乾宫主父，微红近期有财喜，即燥红青暗，青色为木，金克木，有争斗之事。
惊险之事儿。行克父母，破财破产，坤为母，坤在这儿呢。坤，坤为母，这是乾卦。红色为家，应财天人，即青色，青为木，坤为土，木克土，母亲、妻子、孩子有病活着。如果说出现木克土这种情形，这出现青色了，就是说母亲、妻子、孩子有病活着，妻子产恶，就是说在生产的时候遇到危险。我们再看一下这个手相，哪个宫位代表什么？坎呢？就代表一个人的，就是说如果这个从这个生理上来看，就是说一个人的血液方面，血液呀，肾脏，再有就是说下肢啊，腿部啊，这些问题代表人的这些部位，如果说有问题的话，这上面从手相上就能显示出来。艮呢代表房屋啊，代表这一个家子的房屋。艮，震代表肝胆啊，代表从健康状况上代表肝胆啊。艮呢从健康状况上代表脾胃，而巽宫呢，大家知道这个坎呢、艮呢、震呢，这个对于我们来说就是说没有多大的这个用处，在我们这儿啊，只是说在看人家有没有疾病的时候才能用到，而这个巽呢用处就大了。巽呢，巽宫呢代表一个人的财库，也就是说看人家财运的时候关键看巽宫啊。如果说巽宫饱满，气色红润，光明润泽啊，高龙龙喜，你就说人家财库多，财力都，比如说那个财那个库饱满了，里面装的钱就多啊，你就装人家财运好就对了。这是巽宫，巽宫是财库。然后呢这个离宫是先天乾卦，是代表官禄宫的。如果说这个地方，如果说是他比较丰隆高起，气色红润，无明显伤痕，就说明这个人呢有官贵之命，能当官啊。再有这个部位，无名指底下这个部位呢，这是属于怪宫，也就是说呢，看看这个人呢有没有什么特异功能啊，从这个方面，从这个地方就能看出来。如果说有特异功能的话呢，这个部位长得特别好啊，特别的气色明润，而且丰隆啊，比较饱满。而坤宫呢，一个代表母亲，再有呢代表祖坟。你就看看从这个祖坟上，这个坤宫就能看出来，如果这个坤宫呢有明显的纹痕划过冲破这个坤宫，就说明啊，这个一家的祖坟上在什么位置有道路冲破。如果说这个坤宫呢有黑点儿，有一个一个一个的黑点儿啊，你就可以说这儿有树木啊，有坑洼的地方。再有呢，如果说这个坤宫这个地方你用手一摸来回动，这个地方动的比较或者说这儿明显的歪斜移动啊，向一边移动，你就说人家祖坟牵动过，百发百中，一点都错不了啊。好，我们接着往下看。如果说拇指当中有斗，父母慈，爱好玄学，信教多。这个拇指有斗的呢代表父母啊，爱好玄学，信教的多，信佛教、道教啊，
什么天主教啊、伊斯兰教啊，信教的多。然后呢，为人呢，他比较慈悲一点啊，信教的人都比较慈悲。第一节如果说有新闻，啊，多主淫乱；第二节新闻多主善良。再有，拇指二节第二节有横纹，能得遗产，直到富人。也就是说，父母有钱呢，父母给子女创下了一片产业，能留给你。拇指第二节有格子纹，不富则贵，即使不富也是贵人。拇指叉纹、十字纹，母亲动过手术，母亲有田宅方块纹，拇指呢有田纹方块纹，遇难有助得贵人，就是可以逢凶化吉，遇难成祥。拇指呢主父母，第一节粗壮能得祖业，细弱得祖业少或者无祖业。第一节主父，第二节主母，上面文字皆表父母情况。第一节孝，过短父先死；第二节上节过短母先亡。震宫啊，如果说捏而不起无弹性，父母就说明父母已经去世了。欲知父母兄弟个数呢，手掌乾坤部位看啊，千位文阶数目为父的兄弟姐妹数，从上往下数啊，坤位的小指尖文数呢为母亲的兄弟姐妹数，从外向内数，文粗身的文路为男，细长的浅的纹路为女。从拇指看，下指节竖纹为母的兄弟姐妹数，横纹呢为父的兄弟姐妹数目。上下节都是横纹时，上为父，下为母。啊，可以看看这张图，这个前位呢如果有那个横纹呢，上面有横纹，就代表父亲的兄弟姐妹个数，有一个个这样的横纹啊，这就是父的兄弟姐妹个数。如果说粗身的，就是男啊，就是你叔叔啊，是个大爷之类的；浅的、细长的，就是女，就是你姑姑之类的啊。嗯，非常准。还有就是这坤宫。坤宫这个部位，这一条一条的，这代表母亲兄弟姐妹个数啊，也是粗身的为兄弟，细长的为姐妹。再有大拇指这儿，上节为父，下节为母，上节横纹是吧，为父亲的兄弟姐妹个数，下接的横纹呢为母亲的兄弟姐妹个数，下接的竖纹为父亲兄弟姐妹个数啊，也是粗身的为兄弟，细长的为姐妹啊，大致就这么多啊。好，我们这个父母观的内容就这么多了啊，就给大家讲到这儿。再有不明白的呢，可以给我来信、来电啊，向我咨询啊。有什么不懂的呢，及时问我，把所有的问题咱们都给它解决掉。